伙我一起来制作一个手工笔筒。这怎么做呀？打开吧。是。做个笔筒。妈妈。一会儿我想整那个爸爸给我买的另一种那个球球的。看一下笔筒怎么制作的。我知道怎么制作。妈妈你不用。那你快点啊。哎呀。这个比较快，哎呀，腿做完了你可以装你的笔，是不是？妈妈，我腿刚才太痒了。妈妈，你帮我把这个一个一个的都给整下来。对，先把这个抠出来是吗？对，要不一会儿怎么塞呀？这是一个什么呀？小兔子的。小兔子的笔筒。这顶上的这个第一个。最上面的，一个漂亮的小兔子笔筒哈。我爸爸给我们买了好几个这样的，我不想再做重复的了，因为重复的太不好了。我找找图案不一样吗？不是，一样的，都是一模一样的，老多老多了。是吗？哎，好难摘下来呀。这个笔筒很好做吧？很好做，就插上去就行。这怎么好？怎么插不太好插？还转，哎呀，这个好难转呀！得用一个东西塞进去。妈妈，你帮我塞，我先添加一下，这里是前面的部位。自己塞一下嘛，你自己做嘛。这个有点太难找了。那么难塞吗？哎呀，我手好像坏了呀。我使劲点。你这样子啊？先把这头塞进去，然后再把这头不就好塞了吗？我知道了。会了吧？这个。对。先塞这边，怎么没塞进去？这边是这边，这边不好推。第二边，怎么没塞进去？你从这边开始呀，把这个先摘进来。摘下来一整的，它这个，我还得用手指盖拽呀。下次我再整小兔子。对，教一下小朋友怎么去塞。先把家的一面塞过来，先塞过来一面。不好塞，对吧？一拽，好了，知道了。我想先塞那边，那边好塞。后屁股。不告诉你先塞一面了吗？嗯，先把一面塞进来，这样一面塞进去，然后这面不就好进了吗？妈妈，我不会那么那样塞进去，那样我找着。塞过来不就好塞了吗？看。然后再把这个拽一下。妈妈，你好聪明。这个就塞完了吗？那是它的后面。那你把这些贴一下吧，我给。贴完了以后再塞上是吗？这个先做好了，先放在这儿啊。妈妈，贴。这是贴哪儿的？贴这儿的。还有一个，这个跑哪儿去了？这儿呢。你贴那面儿的吧，对。等一下，这样的，这应该是朝下的。对，中间还有一个小红点儿，小红点在这儿。小兔子戴的蝴蝶结，小蝴蝶结做好了。我手工最快了。来贴小兔子，
给它装饰一下。嗯，睫毛应该是朝下的。嗯，贴上它的大眼睛，睫毛。睫毛太长了呀。看看这小兔睫毛多长呀。嗯，面对的小朋友。下面。你看。睫毛要朝下，这儿嘛，这是它的眼睛。嗯，这是它的小脸蛋儿。哦，这样贴。嗯。小脸蛋儿。哦，那是它的小脸蛋儿呀。它没有小脸蛋儿，多不漂亮啊。嗯。一点都不漂亮。这个小兔子就不是可爱的小兔子啦。嗯，这个贴这儿，我离远点，要不照不着了。那小，对呀，给小朋友看一下。嗯，我要找红色，红色是它的嘴，对，嘴。小兔子的嘴，嘴怎么这样子呢？那嘴是什么样子的呀？嗯，应该是笑的，笑的样子。哎呀，嘴贴这儿。嗯，嘴贴这儿。小兔子咋啦？前面。好，那把它安上吧。嗯，这个还得小兔子的耳朵。还得贴吗？嗯，这还。咱们差点忘了，对吧？嗯，小兔子的耳朵差点给忘了。嗯，但是这边的吧，这，还有这边的，嗯，贴上耳朵就漂亮多了哈。嗯，那这它前面的部分了。这样一放，真的。对，再给安上吧。嗯，是从这边，我要好好的塞一塞。哦，塞是挺好塞的。对呀，先把一面塞进去，另一面就好塞了。嗯，先塞，嗯，进来。咋不听话了？哼。现在一转，嗯，赶快桌子上转，嗯，哎呀，嗯，这个怎么不好塞了呢？这个一样吗？从这儿塞进去吗？妈妈，你为什么塞的那么好？然后一拽过来，不就拽到了吗？我没手。这个先塞进去，然后这边。这不就过来了吗？妈妈，好多手印儿啊，手指盖印儿，好难看呐、啊！这只手，你整的。那不拽它出不来呀，是不是啊？嗯，我把这些摁一摁。妈妈，你手指盖好长啊！嗯，我手指盖短，但是也有印儿，但是我的比你的少一些。啊、哦，小兔子好可爱哟！这个小兔子。这个鼻头就快完成了，对不对？最后一个你来按吧。嗯，你的按那么多了，已经很累了。嗯，这个怎么这么好塞呢？塞，对，好嘞。呀，一个漂亮的小鼻头做好了。嗯，可以拿一些笔放在里头，对不对？嗯，妈妈，我有水彩笔，放水彩笔吧。可以呀。啊，好的。可以把笔放在里头、嗯、太多了，然后你的笔就都可以放在里面，是不是啊？是，还有这么多呢。嗯，随着笔尖喽，把小兔子的耳朵，对，一面露出来哈。哎呀，这小笔筒真漂亮，一面一点。嗯，啊，而且这还会动呢，你看还会走，还会走道啊。嗯。好，往后边，对后。好，那小朋友们下次再见呗。